择平凡的过渡每一天，只要你选择超越极限，完成梦想，你将创造下一个奇迹。没有东西是做不到的，因为所有的方法都在 B1 的高效活动里面，所以多来会议的话，一定可以完成你的梦想。第一个最重要的能量就是感恩，拥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内心要的放在我们的梦想板上，启动我们的视觉化，感受它，拥有它。阿萧冇，阿萧冇，唔好意思，落去睇下，我睇咗唔啱嘅，我就帮你撕咗佢。弟弟，只要我们一直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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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多久，做到成功为止。那么选择一个对的行业，选择一个对的机会，那个才是重点。今天恭喜大家，你来到了 B1， 因为我们肯定可以让你成功。梦想有意义，有意义。